怎么拿，妈妈？西班牙吗？看他怎么拿小饼干，妈，他的水呢？妈妈倒倒出来，妈妈，反过来，倒过来，哦。知道啦。好厉害哟、哦，好棒哦，妈妈！他知道那样掏不出来，然后发现伞这样子甩甩甩能甩出来。好聪明，宝宝！妈妈的水呢？就是他那个小水杯呢？喝水的杯子呢？妈妈呢？哎，给他喝点水吧，吃太多饼干了。他现在知道一颗一颗的吃了，他不一把一把抓了。哇，好厉害，宝贝！好棒，好棒！你先咽下去再吃好吗？好厉害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